则退，真可爱。梨园闯关，我挂帅，欢迎大家。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为您正在播出的梨园闯关我挂帅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晨。大家好，我是小山。我们节目的特色是听书答题看大戏，四名选手九道题，最后十题辨是非，闯关夺帅争第一。好了，我们闲言少叙，马上请出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您好，您好，欢迎您。这里请。主持人好，小姐你好。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李春生，是北京语言大学医院的药师。语言大学的药师？对，医院的。吃完这药就语言就会了，是不是？特殊的配方啊！您是药师，是管那个配药吗？啊，就是管那拿药。您有病了到我这儿来，拿药，发给您药，您吃了好了。对，全找您了。那您是怎么喜欢上京剧的呢？哎呀，我小的时候吧，家里周围。都有这个唱戏的，就叶家，我的这个叶家的，坐在我们宣武区那一块儿。哦，您挨着叶家住啊？对，耳濡目染呢。没事。那您喜欢京剧哪个行当啊？啊，一般老生吧。啊，学习老生的。您哪个流派呢？哎呀，说不上流派。都喜欢。好，太好了。您的团队在哪里啊？哎，我们队，欢迎你们。跟大家招呼吧。您的口号是？我们的口号是。京剧国粹大家唱，我们共同来发扬。好，谢谢，欢迎大家。好，您坐。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不停蹄请出我们今天第二位参赛选手上台与我们见面，有请。有请。您好，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您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啊，我叫李红，我现在是一名退休职工。哦。那个我呢退休以后啊，特别喜欢咱们的国粹艺术，啊，已经是京剧呢，对我来说已经是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您确实。那您学习的是什么行当？学习的青衣。青衣。啊。梅派。梅派。您猜中了。太好了。啊，那您能给我们展示两句吗？可以吧，唱的不好我就怕大家见笑。好，咱们欢迎您。好的。忙听得金鼓响，花家山阵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地血飞溅是鸟群，有生之日则当今寸土怎能够属于他人，分崩消愁和祖论我已艰难安当晚的弟。真是谦虚了，唱得多好啊。是啊，您的而且音色特别好听。是的，您的亲友团呢在哪儿呢？我的亲友团呀，在那里。来，对，招招手。您的口号是？我们的口号是梨园女将见新功，争锋大戏看李红。好，谢谢。看李红。好，请您归队，欢迎您。谢谢。好了，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第三位选手上场。您好，您坐下自我介绍吧。我叫陈世平，是北京语言大学的老师，哦，现在已经退休了。您是怎么喜欢上京剧艺术的呢？我从小就很喜欢。从小就喜欢。对，我们学校有一个京剧社。哦，有京剧社。京剧社，我们还有一个青衣班。青衣班，那这么说您就是学青衣的了。对，学青衣的。您看，您又是学青衣的，还是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年轻。您说，就您这么出来，您爱人放心吗？放心。他支持您吗？支持。我爱人今天就来到了现场。来了，现场。说，打个招呼好不好？打个招呼。您好，欢迎您。真有福气。那您的队友就在这里了。对。那口号是什么？我们的口号是：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拿戏词儿当我们的口号，太好了，请您回去坐。好，欢迎您。好，让我们
马上请出最后一位选手，闪亮登场。大家好，我来自山东沂水，那个谁，沂蒙红嫂的故乡。是。然后呢，我叫王菲，跟天后王菲同名，但是我不是天后。哎呀，这是一个山东大汉，唱的那么委婉，你说是吧？我最喜欢的是程派。这选程派，为什么唱了一出梅派的醉酒就上来了？我唱春秋亭，唱不唱？不好发音行吗？就喷出去了。喷出去了，春发的。对对对对。弹灯大鼓的底子，你会的还真不少。谢谢谢谢。好，您的队友在哪里？绿队。大家招呼。好，您的口号是？王菲王菲。你真帅。林远闯关。我爸帅。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指挥队，指挥队啊。四位选手都是身怀绝技，那么今天这一期一定是非常精彩的了。那么马上呢就要揭示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哎，我们每期都有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是做工。哦，四郎探母里的一段。哎，对了，那么做工这出戏大家非常熟悉了，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杨四郎，一个铁镜公主。是。那么说的是杨家将的故事。嗯。杨四郎呢在家排行老四，他们家还有七狼八虎之说。嗯。那么七狼八虎到底都是谁？他们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老师梳理那点事儿。杨家将的故事可以说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老令公杨继业与佘赛花呀，生有七狼八虎。杨大郎名唤杨艳平，往下排杨二郎名叫杨艳定，三郎杨艳光，四郎杨艳辉，五郎杨艳德，六郎杨艳昭，七郎杨艳四，八郎就是名伶义子杨艳顺。除此以外还有两个姑娘叫八姐九妹，八姐杨艳琪，九妹杨艳英，加在一块啊一共正好是十个子女。这十个子女下场迥异。双龙会一战，大郎、二郎、三郎是命丧金沙滩，四郎、八郎双双被俘，五郎出家五台山，只有六郎和七郎双双逃回宋营。四郎和八郎被祸遭擒，可没想到啊却是因祸得福，在辽国呀双双被招为驸马。四郎杨艳辉把自己的姓这个杨字拆开，改名叫穆义，配铁镜公主。八郎杨艳顺呢改名叫王司徒，配青莲公主。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呀，四喜班呢曾经排八本雁门关于北京，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八郎探母。当时著名虚声张二奎，也就是三顶甲之一啊，与常长庚、于三胜这老二位并列的张二奎，他呢在其他班排戏，一看这八郎探母可够火的，可又怕人家呀说自己偷学人家的，怎么办呢？干脆另起炉灶，我也排一出戏。这出戏呀、啊、就叫四郎探母。没想到这出戏一排出来，当时可就火爆京城。都门纪略上记载这是一出唱功戏，尤其呢是做工这一折经常拿出来单唱。而杨四郎也从原本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下
脍炙人口，传唱百余年而不衰。实际上，无论是小说还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戏份都很少。在杨四郎归降辽国招为驸马以后啊，总共出现过两回。一回是大将孟良赴辽国到慈龙法，也叫龙须，为到慈龙法而面见杨四郎，杨四郎出现过一回。再有一回就是这位木易驸马呀，到九龙飞虎峪去帮助宋军，20万担粮草，出现过这么一回，加起来不过屈指可数的两次。而在京剧舞台上，除了这出脍炙人口的四郎探母以外，还有一出戏叫《杨艳辉之死》。这出戏是著名剧作家景姑雀先生改编的，徐东明、徐东来、李多奎先生当年曾经演过此戏。在这出戏的最后啊，杨四郎过关探母，佘太君大骂逆子不忠不孝，杨六郎割袍断义，最后逼得杨艳辉是羞愧自刎，这与四郎探母的情节完全迥异。刚才我说的这些，有京剧舞台上的杨艳辉，有评书小说之中的杨四郎，接下来就请各位共同欣赏杨艳辉这段经典唱段，叫《杨艳辉做公院自私自叹》。杨
的环节了。是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有九道必答题，每道题的答题时间呢是20秒。那么大家呢要在题板上进行答题，答对了呢可以获得考题一面，答错呢不能够获得。特别强调的是呢，我们大家呢要听口令，同时答题，同时亮题板。没错。好了，我们马上进入答题。题目是这样的。请问杨延辉上场所念的金井锁梧桐，长叹空随一阵风一句，使用了京剧中哪种唱念程式？请作答。好，时间到，请亮题板。红队写的是京韵，蓝队写的是定场诗，黄队不知道，很诚实啊，诚实。咱们的陈老师，咱们绿队说唱唱念，我特别想听听绿队的解释。这一段应该是他出场之后，然后说一会儿，然后再唱一会儿，我就感觉是说唱。绿队的王队长说了这么一句，说出场之后第一句，金井锁梧桐啊。那么大家想一下，咱们按照逻辑推理一下，往往咱们一篇文章也好，一段话也好，心里有引子。我觉得这就王队，陈队长啊，我觉得好像是一句引导他要唱的那段之前那么一句话。喂，哎，动作非常好啊，动作非常美观，高级。对，这个基本上在刚才二位补充回答的时候把这个正确答案说出来了。对，在你的这个启发引导下、哎、这个正确答案是引子。那么很遗憾啊，这个词叫引子或者叫打引子，那么它就是起到了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对、啊、相当于咱们文章中的序言。哎，对对对对、嗯、不过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的题目还很多，还有很多机会啊。好，咱们继续听题。杨延辉头上除了纱帽铃围以外还有什么装饰？请作答。好，时间到，请亮题板。红队写的是铃子，蓝队写的是，我有一个字不会写，雉鸡铃。黄队您画了一个是吗？除了纱帽铃尾，还有那个绒球，这叫什么呢？应该是跟驸马的身份有关系吧，驸马就差那么一点儿啊。好，咱们你不能提醒。我刚一看绿队，你画一马扎还是飞机？这是我们是绘画比赛吗？上面代表他们的那个什么，代表他那戴的那个帽子，然后这我想着他后边有两个，这是飞带吗？有两根那个就跟那个狐狸尾做的那个白色的那种毛、上面有黑色的。好，我们又到了这绘画比赛。对，可是这个大家有没有认真审题呀、啊？对呀、啊。我们题目是什么？是除了纱帽铃尾以外还有什么装饰？铃尾就是铃子和狐狸尾。除了铃子和狐狸尾还有什么？咱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正确答案是驸马套翅。很遗憾，四位都没能答对。好，那么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杨四郎的妻子是铁镜公主贤内助，两个人这一场叫做工。那么做工为什么这出戏这么脍炙人口？那么到底做工这出戏都有哪些特色和特点呢？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老师梳理那点事儿。四郎探母这出戏大家伙再熟悉不过了，而其中做工这一折呢，真可以说家喻户晓，老生和花山对唱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在这一唱段里面呀、一共有21段，21段差不多每句呀、都是10个字，押安字韵，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言前折。
唱出来韵味十足，听起来那是悦耳动听。而且呢，这其中运用了西皮散板、慢板、快板、倒板等等很多种形式，变化多端。待会儿呢，您要欣赏到的是一段四猜唱段，这也是做工中的核心唱段之一。在四猜这个唱段呢，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啊，还曾经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据说当年尚小云先生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啊，唱到四猜第四猜，莫不是抱琵琶另向别弹，唱到这一句的时候，尚先生早期和晚期动作是不一样的。尚先生早期唱这一句啊，真就做一个抱琵琶弹琵琶的动作，然后才转过身去故作生气。后来呢，有好心的观众、有剧评家提醒尚先生说呀，这一句啊是一种借题比喻的修辞手法，而并不是说铁镜公主真要弹琵琶。尚小云先生一听觉得有道理，从善如流，后来再演此段、再唱此段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动作了。您都知道尚先生这个行腔啊，刚多柔少，听起来过瘾。跟尚先生相仿佛的还有一位昆旦名家，就是雪雁琴先生。雪雁琴先生被誉为上派花山，确实多有宗上之处。巧合的是，雪雁琴先生当初唱这句的时候呢，也做弹琵琶的动作，后来呀也取消了。由这一点呢，也可做一点佐证。虽然说行腔不完全宗上派，但是呢，在这一处细节上，可能多少有相通之处。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这段《四郎探母做工一折》中的精彩的四猜。闲的也是闲的，那么我就猜猜了。丫头，有大哥相亲。Thank you.
才看到的是由李维康老师和耿其昌老师合作的做工的片段，那么题目也就随之而来了。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道题。做工自拍时，舞台桌椅的摆放术语是什么？请作答。好，时间到，请亮题板。红队说是控场，是。蓝队写的是桌案。黄队写的是八字。八字。绿队。桌子是横的，是一。两个椅子是八。是，那它叫什么呢？叫八一，还是叫一八？人现改画简笔画了。对。你这是我真不知道。嗯。好，那么正确答案是八字。恭喜黄队。好，黄队呢可以获得一面好旗。我解释一下，那么我们舞台上啊，是以一桌二椅的这种装置啊，而知名的，大家都知道戏曲艺术一桌二椅嘛，说的是虚拟表演，用简单的一桌二椅可以虚拟出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场景环境。哎，那么我们在摆放上是有固定的术语的，那么刚才一张桌子放在中间，铁镜公主和四郎。一人一把椅子放在桌子的两侧，形成八字状，这个摆法就叫八字儿。八字儿是这么来的。好。好。咱们继续听题。第四题是：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是铁镜公主上场时的唱词。一般来说，芍药开花的时间与牡丹相比是更早、更晚，还是同时呢？请作答。时间到，请亮题板。红队李老师写的是同时，蓝队同时，黄队写的是芍药比牡丹晚，绿队写的是芍药早。好，我们的先看看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是芍药比牡丹晚。恭喜黄队，再获得考题一面。梨园闯关，我挂帅。今天的主题呢，做工。梨园闯关，我挂帅，四名选手展风采。您看，又是学青衣的，还是穿的这么漂亮，就您这么出来，您爱人放心吗？放心。闯关现场，正演精彩对决。你画一马扎还是飞机？这是？这个你问我呀，你算问着了啊，我也不知道。所有精彩尽在梨园闯关，我挂帅，敬请关注。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欢迎大家回来。好了，咱们对这个做工这出戏应该很熟悉了。刚才梁老师也说了，有一个重点的环节叫四猜。这个四猜的开始之前呢，铁镜公主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丫头，打坐向前，猜一猜驸马爷府内机关。”那么她说完这句话之后呢，两个丫鬟把这个八字儿往前搬，搬到舞台的台口。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八字儿椅搬到台口，打坐向前是为什么呢？我们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三种说法。当然，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大家要认真观看。马上进入后台那点事儿。来，师妹，快点，趁着师傅没来，咱们俩赶快再对一遍啊！好，从那个打坐向前啊，行，这打坐向前之后，你就往我这边来一点啊，咱俩离近一点啊。我说咱们俩离得近一点。师哥，这么大一舞台，这多挤当啊！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啊？咱们俩什么关系啊？咱们俩师兄妹啊。戏里咱们俩是夫妻，是吧？对。咱们怎么做能让别人感觉咱们俩是夫妻啊？是夫妻呀，那就得。哎呦，我看见你我就讨厌，你快离我远点，离我远点，离我远点，远点。哎。你说的那是现在，人家古代人的夫妻感情那可恩爱了，所以说呢，人家就老想在一起，就既亲近又含蓄，这都是老先生设计出来的，
所以说呀，这个打坐向前指的就是要交代咱们俩的人物关系啊。不对吧，师哥？啊，我怎么记得这个打坐向前呀，是说从屋里搬到院里去的意思呢？你看啊，是这样，咱俩站在这儿，我这词儿里都唱出来了，夫妻们打坐在花园。你看，然后呢，咱俩就这么走啊走啊走，一迈门槛儿，一出来一看，哇，皇宫院，你看。这就是从屋里已经搬到了皇宫的院子里去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打坐向前呀，那就是一种场景的转换，哎，就是咱们戏曲虚拟表演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个打坐向前就是换场景，就是人物关系。哎呦，换场景，人物关系，换场景，你说人物关系吗？人老先生，就这，不是。你们俘在这抄着死呢，哎呦，师傅来了，听我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胡说八道，能不能？哎，这个，听我说，行了，这刚才你们的话我都已经听见了。打坐向前，紧接着四猜，那是核心唱段的，是不是？你们得给他强调，唱清楚。但是你又不能让这个观众上台来看了，是不是？怎么办？你们就得往前，但是你们的位置。和你们的这个环境并没有变化，知道吗？我早教你们都就着饭吃了，打坐向前，知道吗？就是为了强调，知道吗？好，行，简直是一对棒子。哎，你别说，你俩还挺配。师妹，听见了吗？师傅说咱们俩挺般配。般什么配呀？说你是棒槌那句你怎么没听见呀？只要能般配。棒槌无所谓。哎，行了，你别瞎说了。这个打坐向前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咱们还是问问观众吧。好，感谢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又该到了答题的时候了。好，我们进入今天第五题，大家请看题板。京剧做工中自拍时为什么要打坐向前？选项一，表示人物关系；选项二，表示场景变换；选项三，便于观众听清核心唱段。好，时间到，请亮题板。红队李老师选的是二，表示场景变换。蓝队是观众听清核心唱段。是选三，黄队三和蓝队一样。绿队是这一瞧就是二改的，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二。到底是二还是三？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满意举手。听清核心。谁说的三？我听听。你们队友说的。也是，我说二，你说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二还是三？二，二，好的，好嘞。那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三，便于观众听清核心唱段。恭喜蓝队、黄队各获得靠旗一面。我们也恭喜绿队终于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好，那么你看看，杨艳辉。啊，就是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自己的贤内助铁镜公主，是的，那么才取得了盗令探母的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说铁镜公主贤内助啊，贤妻良母，是中国好妻子。哎，总结得好。那么铁镜公主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们对她的评价又如何呢？好了，马上来听一听梁老师梳理那点事儿。刚才呀，咱们说了杨四郎，接下来呢，我要给您说说这位铁镜公主。这铁镜公主可不简单，您别看她是萧太后的姑娘，身为金枝玉叶，可是呢，没有任何刁蛮任性之气，反而啊，这个人随和得很。用刚才主持人的话说，中国好妻子，中国好公主。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铁镜公主这一上来，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艳阳天，春光好，薄鸟声喧，这两句一唱出来啊，明显这是要夫妻游园。可是当他发现四郎杨艳辉愁眉不展，心事重重，铁镜公主这时候体贴入微，
这个劲儿可就上来了。但是铁镜公主是一位非常好的沟通高手，她不直接问，不愣问，而是什么呢？似猜，猜一猜，猜一猜丈夫啊到底是什么心事，哎，让杨四郎踏踏实实心安理得的和盘托出。当铁镜公主得知真相的时候，也震惊也恼怒，但同时铁镜公主更多的还是理解，还是支持。到最后杨四郎不惜双膝跪倒对天盟誓，铁镜公主啊深知杨四郎这一跪只是一种符号，只是一种形式，但她更相信这是夫妻啊15年的感情使然，她更愿意啊做这么一场赌局，下这么一个赌注，因为她深信，哎，与其留得住人留不住心，还不如啊放长线钓大鱼，帮助自己的夫君过关探母。果然到最后杨四郎快马加鞭一夜还，还是啊这夫妻最终得以团圆。所以说到这儿，您看铁镜公主是一般人吗？了不起，怪只怪啊英雄气短，莫怪儿女情长，有这么一个善解人意、善于沟通、体贴入微的铁镜公主，您想杨四郎他还愿意回大宋吗？这也就是他能够在辽国待上15年的原因所在。接下来就请您呢欣赏四郎探母做工这一段经典唱段。欣赏一段做工的片段。
我们继续答题。题目是，请正确写出金皮剑三个字。请作答。好，时间到，请亮题板。咱们先从绿队开始看啊。好，金皮剑啊，咱们看看黄队。金皮剑。蓝队。金皮剑。红队，李老师写的是。主要是让您写出这皮字来。好。好，请看正确答案。恭喜四位，四位都答对了。梨园闯关，我挂帅。今天的主题呢，做工。梨园闯关，我挂帅。四名选手展风采。你看，又是学青衣的，还是穿的这么漂亮。就您这么出来，您爱人放心吗？放心。闯关现场，正演精彩对决。你画一马扎还是飞机？这是。这个你问我呀，你先问着了啊，我也不知道。所有精彩尽在梨园闯关，我挂帅，敬请关注。欢迎大家回来，咱们继续听题。第七题是一道图片题，请大家看题板。题照片中的丫鬟为何由丑行扮演？好，请作答。好，时间到，请亮题板。红队写的是衬托。蓝队写的是下等人，黄队写的是突出主演，哦，绿队是衬托主角，烘托气氛。那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衬托主演。好，恭喜三位，红队、黄队、绿队，更获得靠旗一面。嗯，好，这个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啊，是做工这一场。首先这个照片啊，不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照下来的，是摆拍，在这个照相馆摆拍的，拍着玩的。那么这个剧中的杨四郎是王凤卿先生，铁镜公主王瑶卿先生，丫鬟呢？边上这丫鬟有意思了，一般人真不知道。我告诉你，小山，嗯，这个丫鬟叫杨子林，这位老先生他和杨宝森先生是亲戚。哎，当时把他叫过来，你帮着我照个相吧。当然他的作用就是为了衬托主演，因为过去啊都是男旦，男旦呢上了一定的岁数，面部化妆画出来呢就不如年轻的小男孩唱男旦的扮出来漂亮。可是呢，往往艺术水平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成熟的。哎，那么你比如说我一个五六十岁的一个男旦扮上铁镜公主，肯定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扮上一丫鬟漂亮。那么如果站在我的身边，势必就会影响大家的眼球。哎，这小孩真漂亮，哎，我们这角儿这唱戏没人看了。所以呢，老先生们聪明的智慧就想出这么一个招来，边上这小丫鬟用丑行扮演，勾豆腐块，这样呢就显不出这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了。哎，他有这么一个衬托主演的作用。哎，好了，原来如此。嗯，哎，陈哥还想有问题想问您，你说这个杨四郎是跟铁镜公主结了婚，对，那么说他就是驸马了，对。可是驸马咱们老说，电视剧里也老演，嗯，但驸马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个你问我呀，你算问着了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这儿有人知道，嗯，我们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大家认真观看，马上进入后台那点事儿。好，各部门准备啊，咱们马上开始啊，来，准备开始。驸马你慢点走，驸马你慢点走，哎，慢点走。驸马，哎呀哎呀，驸马，你说你爹怎么给你起了一个动物的名儿啊？我爹姓傅，名春山。傅春山？就是，那这不轮到我这辈儿了吗？哦，我属马呀，所以说我叫驸马。哦，驸马，嗯，你看咱俩已经认识了29分59秒了。29分60呢，妈呀，半个小时老夫老妻了。驸马呀，既然你这么坦白，我也就不再瞒你了。其实我是，
我是那个。哎呀，停！哎呀，你说你怎么总是记不住呢？啊？你是阿依土拉王国的阿依土鳖公主。说完了以后，两个人相拥回国。对。此时想起话外音，驸马，因叫驸马的人而得名，多么简单的事儿！是是是，导演，对不起，那个你不是刚改的本吗？关键是我这脑子里吧，记得是那个20分钟以前的那个本啊，你记得是20分钟以前那个事儿啊？对对对。那你给我讲讲20分钟以前讲的什么事儿？20分钟以前那好办，我跟你说，20分钟以前是这样的，我吧骑的是个竹马，他呢骑的是个驸马。哎，然后我们就，你是风儿，我是沙沙。哎呀，你这个样确实挺傻。哎呀，不是导演，我还没说完呢，你听我说呀。此时我的父王出现了。嗯。父王，站在我身边骑在驸马之上的男子就是我的夫婿了。嗯，有点意思。这时候父王应该说，哈哈哈哈，此次赛马选婿在公主竹马旁边驸马之上的男子就是我的女婿了。此时话外音响起，驸马是因赛马选婿而得名，就叫驸马了。嗯，对。导演你看我这词儿背得多瓷实啊。没错。哎，就按照这个方案一会儿我们就来。哎，不行不行不行，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就因为你们这些人胡编乱造啊，胡改瞎改，这弯曲了多少事实啊。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呀？你快继续说说说说。其实真相是啊，嗯，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娶到了一位公主，被封为驸马都尉。但是呢，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娶到了一个奶奶，所以说娶到公主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有可能被封为驸马都尉哦。所以说这个驸马是指驸马都尉的简称。啊，于是乎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坚定一个信念，做自己的驸马，公主让别人去娶吧。好，呵呵，看来我也想明白了，就这么着编自己的故事，让别人没事可编。哎呀，哎哎哎，导演导演，这怎么回事，怎么跑了呢？就是咱们这个驸马呀到底是因什么而得来的呢？咱们还是问问观众吧。好，感谢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咱们继续答题。好，第八题，请看题板。题目是：皇帝的女婿为何称之为驸马？一、源于叫驸马的人娶了公主；二、源于赛马选婿，其驸马之人中选；三、由驸马都尉的官职远称而得。好，请亮题板。红队选的是三号，蓝队三号，黄队二号，绿队三号。啊，那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三，由驸马都尉的官职简称而得。恭喜红队、蓝队、绿队获得考题面。好，第九题呢是一道听力题，请播放。第九题，请看题板。叫小帆这段快板开唱前的锣鼓是什么？请作答。好，时间到，请亮题板。红队，好，没写，好，没关系，没关系。嗯，蓝队写的是丝边，黄队写的是锦锤。绿队写的是，我刚才是写的是快长锤，但我一想节奏比较紧凑吧，就要紧锤吧。快长锤多紧凑啊！那改吗？你就坚定是紧锤，这不改了是吧？好，没被忽悠。好的好的。那么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紧锤望家乡。恭喜黄队和绿队获得靠题一面啊！获得靠题一面，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大名就是叫锦锤，但是我们行里人呢习惯称它为望家乡。这个锣鼓呢
念法，我们叫锣鼓经，自个儿演员要会念。大大的坑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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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坑坑坑坑，本本坑起坑坑，接后头这个快板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 B 大题环节的九道题呢都全部结束了。咱们这个黄队现在的这个靠旗是领先的。哎，但不是最终的结果。是的，我们后面还有紧张激烈的是非题的答题环节。好了，让我们马上进入答题闯关那点事儿。梨园闯关我挂帅，今天的主题呢做工。梨园闯关我挂帅，四名选手展风采。你看看，又是学青衣的，还是穿得这么漂亮，就您这么出来，您爱人放心吗？放心。闯关现场正演精彩对决。你画一马扎还是飞机？这是这个你问我呀，你穿关着了啊？我也不知道。所有精彩尽在梨园闯关我挂帅，敬请关注。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梨园闯关我挂帅，正在为您进行的是闯关那点事儿。是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有十道是非题，那么四位选手呢根据之前获得的靠旗数量站在高度不同的台阶上，在他们的手中绿色令牌代表是，红色令牌呢代表否，大家答对一道题可以登上一级台阶，答错呢就原地不动了，那么最后呢最先登上我们挂帅台的就会成为本期的闯关成功者，可以获得 CCTV 空中剧院的纪念光碟一套。好，马上答题。好，第一题是，北天门是在四盘山吗？请作答。正确答案是。好，我们有请红队和黄队上一节台阶。好，继续听题。第二题，京剧中丁沙滩一战失落番邦的只有杨延辉一个人吗？请作答。正确答案否。红队黄队再次上一节台阶。是的，红队黄队。第三题，京剧四郎探母整出戏都是西皮版是吗？请作答。正确答案是。有请绿队上一次台阶。四郎探母整出戏啊都是西皮版式，没有二黄的啊。记住了。好，第四题，铁镜公主是念韵白吗？请作答。正确答案否。恭喜四位上一台阶。四队都上一级台阶。好，好，如果黄队再答对一道题的话就算闯关成功了。是的，很激烈啊，请注意听题。第五题，金辫子是蛋行头饰吗？请作答。正确答案否。哎，红队蓝队，红队蓝队上一节。编辫子是我们的一个舞台龙套调度，而不是蛋行的头饰。继续听题。好，第六题，第六题是，芙蓉草是于连泉的艺名吗？请作答。芙蓉草是赵同山先生的艺名，那么于连泉先生的艺名是小翠花。正确答案否。恭喜黄队。恭喜黄队，请登上挂帅成功，请您登上帅台。好，我们也同时感谢另外三位的参与，谢谢大家。是，感谢其他三位选手。好，恭喜黄队的陈队长。好，恭喜您挂帅成功。好，您的奖品是 CCTV 空中剧院的纪念光碟一套。好，好，谢谢，谢谢。那怎么样？元帅，您说两句感言吧。现在心情怎么样？我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梨园闯关我挂帅这个栏目，给我们大家这个机会。是。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又结识了新的朋友。哎。同时呢，也进行了学习。交流。是。啊，我真是学到了好多新的知识。我希望呢，这个节目呢哈越办越好。啊，那个能够呢，通过我们大家的这个喜爱我们的国粹艺术，使我们的国粹艺术发扬光大。好，谢谢您，谢谢您借您吉言啊。那么。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广大的戏迷朋友们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梨园闯关我瓜帅的节目当中来。是的，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热爱戏曲，并且呢想来这儿呢跟我们切磋交流的话呢，请您按照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来加入我们，我们在这里恭候您的大驾。好了，最后呢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是国粹国粹真可爱，梨园闯关。